真是超越四无色，修习禅定佛自性。若无智慧亦无度，不得圆满菩提果。故以方便善论空，修持智慧佛自性。为观察自错误，依法心相心非法，是故恨是生自己，断除过患佛自性，疑惑坍塌菩萨果，则将毁坏自功德。故与大乘诸师父，不说过是佛自性，为救离扬相护者。真知真念解，贪等烦恼出生时，立即铲除佛自性。总之一切为一种，观心处于何状态，相续具足真知念，成般他离佛自性。勤修诸善根，为除无边众生苦，皆以三轮清净慧，回向菩提佛自为利于修菩萨道，一照经虚润点仪，诸生遮眼而转足，三世七从佛自性。所惜此，然以诸多经论故，此佛自性定无谬，而诸佛自广大喜，如我于这难测故。相为不复等诸过，诸生者前期宽恕，以此善愿终有情。
是树菩提心，等同不住有几遍，大悲护足观自春阳普照大地，洒落一地的银白，微风徐徐拂过树梢，带来盎然生机。越过幽闭小径后，放眼望去，便是静谧又安详的梅山湖神园。位于嘉义县民丰湖石的梅山乡，隶属于海涛法师慈悲置业中华护生协会，占地面积约十甲的土地上，林木丛郁，层层环绕宽广的园区里，滋养着许多物命。为了照料及管理上的方便，园内的狗儿被安置于三个不同的区域内。无论是哪种体型的犬类，一见到人就快乐地摇尾示好。当欲望围栏接近，狗儿们就愈加热情，此起彼落的叫声好比狗儿们的欢迎问候声，从四面八方传来。向前触摸狗儿与之同乐，每只狗儿欣喜若狂的模样，无不烙印在脑海里，令人难以忘怀。原来快乐不只是讲求身体上的满足，心灵上的富足也很重要的，对狗儿们而言更是如此。珍惜这难得的喜悦，愿此回忆长存彼此心间。梅山护生园中不同种类的牛群们则集体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，像是黄牛、耕牛、水牛、乳牛等，到了园内唯一的牛区里，有的牛儿张口大啖牧草、玉米、谷物等素食饲料，有的嘴里放出食物，有的做哞哞声，被牛儿舔舐手部的同时与之四目相交，仿佛在诉说着他们的愉悦，欢迎着我们的到来。为了提供动物们安稳的生活环境，并维持园区的运作，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外，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，秉持着佛陀的教法，用爱心来灌溉这片大家园。为了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，所有的动物们皆能于此安享晚年，并且永续经营梅山护生园这片动物们的清净乐土。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，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。护持账号42138483，42138483，户名中华护生协会。台北长久以来，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与缅甸、辽国接壤，古老的兰纳文化、多种民族的融合，建构出丰富的历史背景。在这片时光如落花般飞逝前，现今的潮流色彩又及时的一笔笔泼墨出属于当代的生活模式，于是交织着历史与现代的一幕幕，形成了独树一格的台北风采，呈现在这绿意丰饶、红花缤纷的土地上。
泰国和缅甸悠久的佛教文化也在泰北及泰缅交界处生根茁壮。寰宇传法力有情，身遍三界正大千。海涛法师在2014年10月泰缅弘法行程中，带来了集资除障的有力法门、慈悲施食、救护生命，以及传承大乘八关斋戒。我们先来回向功德，啊，放生。点烟供，不施药，念佛，他们都可以得到功德。快乐来自于布施，来自于奉献。当然，站在小乘佛教说要打坐，修不净观，贪欲才会消除。但是佛陀说很简单，你只要慈悲心去布施，你有了慈悲心呢，心中的烦恼就不见了。像刚刚各位拿水去放在树下很慈悲，心中有没有痛苦啊？忘了欠人家钱啊，忘了老公对你不好啊，通通忘啊，忘了你在生病啊。所以慈悲啊是消烦恼最快的，这个就是大乘佛教。你只要一心一意慈悲念观音菩萨，你心中的贪嗔痴烦恼就没有了。因为本来就没有贪嗔痴烦恼，大乘讲空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解脱到小乘说有贪嗔痴，有死亡，所以我要赶快出家，我好好修行，不然我会轮回很痛苦。那叫小乘佛教，啊，我们要尊重。但是大乘呢，贪嗔痴只是一个假的、暂时的存在，啊，贪嗔痴的本体都是空性。啊，坏人的本体可不可以成佛啊？可以啊，放下屠刀就可以成佛了，坏人也可以成佛。所以大乘佛教就说啊，没有贪嗔痴，因为本来就没有，没有快乐也没有痛苦啊，没有生也没有死，所以你们念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、不增不减，啊，是诸法空相，啊。快乐痛苦都是假的，虚幻的，但是唯有一种是真的，慈悲心啊，空性所讲啊，显现出来的行为就是慈悲啊。所以当你慈悲的时候，哎，烦恼就没有了，空性就展现了。所以要成就自己快速解脱最快的方法，就是发大心去利益所有众生，请记住这句话。当地信众大多是初闻此殊胜法门，在闻法中了解道理后，又得以立即付诸实行，莫不法喜充满。弘法之余，法师也带领大众参访台北别具文化特色的四余道场，体解佛教深广的内涵，在不同的土地上盛放的芬芳。步行在慈悲清朗的路上，沐浴在佛法的慈悲流转中，奉行慈悲无遮施食，法药供众，点灯，救护生命，孤儿院和老人院爱心关怀。